修身养性，指引健康人生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功夫者。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，欢迎大家登录功夫者官方网站或与我联系。所谓拍，就是从上往下这样拍出去。那么拍手、拍掌，它有个就是回打，向前两个力同时进行，挑起来，一个手搭，另外一个手拍。当做顺步的时候，交换手，前手为挑，后手为落，交叉落挑，前手到达头顶时向前向下拍击，身体随之转动，下手回带，再做一遍，挑拍，空练，单掌练习。也可以这样练习，就是下面的手上来挑，挑起对方的来手。向前拍出的时候是从上往下拍，那么下盘在这里，大家可以参看参照我们前面所讲的摔掌下盘的练习，摔拍穿击中五种拳法练习都是一样的，在这里不过多的讲解。打的时候是回打到我们自己的身子上，这练习是一个回打回抽的练习方式，在通背拳里面是经常运用得到的。下面可以自己在家里面练习这样挑手的一个方式。对方来拳，我们可以挑手，将对方来手挑拨啊，这样挑拨开，可以再加一个拍掌。拍的时候，整个人重心下沉。能做到高虚步那是最好，
做不了高级部，咱们就把重心向下沉三体式，沉三体式。通美拳也可以讲它是分内加外加的练法都有，我们看外加的也有少林通背，内加也有内加拳以及通背拳以及训练的方式方法，我们都可以结合在一起。一般讲究这回收这手是搭，什么叫搭呢？拍击，你看这手拍击，前手我们刚才说了是挑，挑手，你看挑手我们都有个搭，你看这有个搭，这有个搭，这有个搭，搭跟手给他到最高处的时候往下落，这又来一个打，又来一个打，挑他收他，出击的时候还打，一个手攻击一个手回收，一个攻一个反，同样挑也是反手之后有进攻，进攻之后有反手，他把练通背拳，他把整个人是就是好了四十什么呢，反中有攻，攻中有反，你看说中文，这个叫控中文，中文是封死的，你没法进攻，在不经意之间攻击到对方的，你大家可以发现我们摔掌拍掌踹劈上上去攻击到对方的面，特别前脚是扣的，膝盖是扣的，这个膝盖是扣的，这就形成了一个圆，一个圆圈，一个圆圈，跟八卦似的一个圆圈，下盘一样，膝盖内扣。转化，转化，前脚抬起成高级步，转化两腰，收回来，走，脚尖，脚后跟要得注意，练习方式。脚后跟一直抬起的啊，不要落地，抬起，转出去抬起，收回来抬起，不要落地，抬起来。就到这里。